我在这边做了已经做了两三年了，这个市场我们已经充满信心，希望全国的人民向湖北、武汉、汉旗，我们在这里是工作人员，一线的工作人员身体都很健康，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生活是充满向往的。现在我们这边销路工作啊，什么事都做得很到位，国家政府里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，这个事情决定我们有信心，希望请全国人民放心，我们这个市场格局什么事做得很好，消毒啊，实施啊，这个希望大家打赢这场胜仗。